欢迎来到养生堂。 寻求正义。
我们一起训练的时光已一去不复返，我们是一家人，至少我曾是这么认为的。然而，在我最黑暗的日子，你父亲暴露了他的真面目。他从不关心我，他把我赶了出去，他抛弃我，告诉我。 归咎身外之人于蛇乱，换做你会怎么做？难道你不会跨越红线？难道你不想逆天改命？难道你不敢挑战死？你想复仇？想让我瞧瞧！ 到头来，你还是我所认识的那个孩子，弱小无助，如同我杀你父亲那晚一样。你能站在我面前，全仰仗这个吊坠。倘若我把他从你手中夺走，你会再次害怕死亡吗？听起来你才像是那个害怕的人。